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Ea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今天我们学习靠谱。你看这个苹果手机才188，靠谱吗？不靠谱，这不是苹果手机，这是菠萝手机。啊？你现在到哪儿了？我马上就到。你太不靠谱了。2个小时以前你就说马上到。靠谱是一句北方方言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靠谱，也可以说一件事情很靠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